阿姨。哦，刚才老孟来电话，他说他会来接你的，不过这会儿路上挺堵的，恐怕你得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来接。喂，是我，夏丽飞，我回上海了，我想见你，我想见你。方林，我是夏丽飞啊，你听我说，我想见你。方小姐，喝点水。喂，是李总家，你好。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哎，是老孟，他车来了，在外面等你。哥，呆坐着干嘛？我刚刚给他打了电话。方林，我跟他说我想见他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你怎么会有他的电话？是李伟康给我的。今天我到他办公室找他，他不在。李伟康说他身体不好，在家里休息。他对我出奇的热情，李伟康还主动的给我留下他家里的电话和地址。他好像希望我和方林快点见面。你说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应该不会，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你们俩不会旧情复燃。哥，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，凤玲她不是生病了，她是怀孕了。怀孕？其实我以前也一直想追究凤玲她为什么会突然移情别恋，我想她会不会有什么苦衷，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了，因为他们有孩子了，这足以说明他们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了。李伟康同意你们相见，恐怕是想要你见了方玲之后能对他彻底死心吧。我觉得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爱。怎么没有胃口啊？方林。啊。罗阿姨问你，今天是不是胃口不好？我出门前吃了点水果，肚子不饿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啊要吃双份儿。哎，要不我给你点个布丁，我猜你可能会喜欢吃甜食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真的不饿。啊。这样吧，要不然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电影。或者到滨江大道去散步，别一天到晚的待在家里。对不起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是我，我是夏丽飞，我回上海了，我想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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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怎么样？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李总，谢你一直陪着我。你搬到我这来以后，大概一直都没睡好。我看你睡得挺熟的。对不起，昨天扫了罗阿姨的兴。啊，没关系。罗阿姨也很担心你，她陪你到很晚，医生还是她帮忙叫来。医生？啊，孩子不要紧，医生说了，母亲的心情好，孩子才会健康。啊，我去叫风嫂把早点给你送来。啊，李总。嗯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。行吗？行。哎，方玲。嗯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昨天下午丽飞到我公司来了，家里的电话号码是我给的。我觉得你还是见他一面，他是为了你才回来的，你躲是躲不了的。哎，你是决定和他重新在一起也好，还是分开也好，你总要给他一个交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要考虑我，我是个局外人。我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、快快乐乐把孩子生下来。可是我觉得你应该重新和他在一起，毕竟他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啊，好。小姑奶奶玩过兔子也不洗洗手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不听奶奶的话。我的雪球呢？扔了。你把我的雪球扔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哎，妈，妈，我昨天晚上设计的那个服装草图你看见没有啊？我扔了。扔了？哎，兔子在上面又是屎又是尿的，能不扔吗？那图对我来说很重要的，你怎么给扔了？那，哎呀，嗯，嘿，江家这两个姑奶奶可真是难伺候啊，你自己怎么不放好啊？喂，哦，夏伯伯你好啊，我最近挺好的啊。丽飞回来了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啊，再见夏伯伯。丽飞回来了，是他爸爸打来的。爸，弯弯他奶奶怎么会同意放他出来玩啊？阿柱病了，弯弯放学只能我去接，可是他特别关照，吃晚饭前一定得送回去。阿林呐，弯弯跟我说姓夏的那个小子回来了。弯弯怎么会知道？他说是他姑姑讲的，这么说你也知道了。他找过你没有？爸爸知道他是你未出世孩子的父亲，让你完全忘记他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在最绝望的时候是伟康救了你，所以他不仅是你的丈夫，更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懂吧。喂，李总家，你说。哦，好，请你等一下。您的电话。嗯，谢谢啊。喂。你别挂电话，听我说一句，让我见你一面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如果你不想打扰我，就别再打电话来。
12，我是李伟康。听出来了，哎，今天晚上在家吗？我想过来一趟。哦，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。一会儿见。花小姐，这位先生找你。你一点也没有变。你现在坐的地方变了，人也不同了。方玲，你肯让我进来，就说明你身上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你。现在你已经看到我了，我过得很好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我要休息了。而且李总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这个你不用提醒我，电话和地址都是他给我的，他很有信心我抢不走你。你过得好吗？李总对我很好。那为什么你的脸上没有幸福呢？幸福两个字是写在脸上的吗？我认为幸福应该是有香味的。你是不是幸福，我应该能够闻得出来。为什么我从来没闻到过幸福的味道？方林，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，我并不想破坏你的生活，请你不要误会。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，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想，你该问你自己吧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仅仅走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你就让我们的山盟海誓变成了谎言？难道你忘记了你对我许下的诺言？你说你会等我，会嫁给我？我真不明白。为什么在付出那么痛苦的代价后才得到的爱，你会毫不犹豫地放弃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全心全意的付出，难道就是换来这样的结局吗？方玲，就算一切都没有办法挽回，你也要告诉我，我到底错在哪里？你没错。我只是觉得李总各方面都比你好，我就移情别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信，你骗我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，也不要再来找我，我们的关系就这么结束了。
正好。童阿姨，李总还没睡醒吗？哎呀，昨天喝醉了，大概现在还在睡觉呢。醉了？醉得七倒八歪的，站都站不直啊。因为太晚了嘛，所以我就没有叫你。早。早。哎呀。哎呀，不早了，你要迟到了。是啊，我来不及了，早餐我不吃了。哎呦，那怎么行？我去帮你把早饭包上，你带到路上吃啊。哎，别。我去帮忙。方玲，你用早餐，别管我。童阿姨说你昨天喝醉了。是多喝了一点点。她说你站都站不稳了。哎呀，童嫂说话太夸张了，其实没那么严重，你不用在意。都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操心了。哎呦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昨天晚上我和罗燕在一起，聊天聊得高兴，就多喝了几杯。跟你没关系，不要多想啊！我走了。李总。嗯。昨天下午，夏礼飞来找过我。啊。我已经表明了立场，我会彻底抛去过去，快快乐乐的把宝宝生下来。好，我走了。啊。哦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先生，先生，喂。哎，方玲啊。哎。根据你现在的情况，你需要一部手机，可以方便我们联系，所以我就买了送给你。这样呢，你一个人出门的话，我就不会担心了。谢谢李总。流动车实施以来啊，这两个星期效果比较明显，销售额有了明显上升，好多商家主动上门，要求供货事宜。对我们今后开拓市场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董事长，我汇报完了。喝酒的时候我们不是上下级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要叫我的名字。李飞，我想问问你，最近我们成绩不错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哪有不高兴啊，就是因为高兴所以才请你出来喝酒的。来，干杯。喂，你看那个女人像谁啊？像谁啊？像方林。大海，你是兽医出身，那你告诉我，雌性动物是不是都很善变啊？不同的动物会有不同的情况啊，就算同一种动物，不同的品种和产地也有所不同的。哎，好了，我说的是女人。女人？不同地方的女人情况也是不同的。哎，就像你们台湾的女人吧，是刚柔相济，就像丽红，我觉得她该温柔的时候也会很温柔的。哎，我们贵州女人那可就是外刚内柔了，婚前她再不喜欢你，只要她嫁了你，就拿你当宝贝一样心疼。可是上海的女人啊，就是属于外柔内刚，她们啊表面上很需要你照顾，但内心啊倔得很。那你说哪里的女人最善变啊？善变？善变也不一定是女人的特质啊。哎，你说男人也会善变的，关键还是要看人。没错，我运气好，遇到一个最善变。
没想到订婚不到两个月就取消了婚约，跟别人结婚，而且连孩子都有了。你不要太沮丧，其实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说不准哪天变来变去又变回来了。说得好，我非要等到他变回来的那天。哎，丽妃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我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，咱们去兜风啊！啊，真的？我不会有事的。那我去付钱啊。你在这儿等着。不错啊。啊！哎，李飞，不是这个，啊，那个呢？哟，哎，是这个。我来，拿着啊。来，李飞，为什么大白天要喝得酩酊大醉？因为流动车的计划很成功，他一高兴就喝了酒了。是因为工作吗？啊，出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有什么出息？哎呀，你的儿子是为了你的公司在辛苦，你还要怪他？坐。听说那个流动车的计划是你做的？啊，我只是提了一个想法，还是靠大家努力。李飞一上任就提你为副经理，看得出他很信任你啊，你要好好帮他啊。好。最近你和丽红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好照顾他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上班去吧。啊，再见，董事长。伯伯，再见了。你同意他和丽红交往了？看这个小子最近工作的表现还是挺出色的。丽飞刚刚接任公司，很需要这样的帮手。丽红年纪也不小了，如果她能嫁给一个对公司有用的人，我还是可以考虑的。我们家这对儿女的婚事儿，怎么就那么不顺呢？是不是我们干涉的太多？我去看看丽飞去。怎么了，丽飞？报警吗？我是不是又变了？是的，你变了，你变得让妈伤心了。爸爸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啊，他让我帮忙丽飞，另外还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他真的那么说了？真的。那就是说他承认我们了？我也这么想，应该是吧。天哪，你怎么那么镇定啊？你应该很高兴才是啊。
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好像是在做梦一样。老孟啊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啊，多长个心眼儿。哎，弯弯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啊，我生气了。干嘛要生气啊？李伯伯和妈妈都给弟弟买这么多东西，我一样都没有。啊，来，弯弯，跟婆婆到厨房里去，给你好吃的东西啊。嗯。来，妈。我今天想跟您商量件事，能不能让弯弯在我那里住久一点，不要老是三天两头的跑来跑去。方琳娜，不是妈不成全你，你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，怎么能分得了心呢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可以的。妈是有经验的，你不要跟我争了。我想弯弯不是李伟康的亲生女儿，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我又怕弯弯会受到冷落。你看弯弯在我这儿无忧无虑的，我们两家一家一个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时候生啊？还有两个多月。有什么需要我的尽管说。妈，小公主非让你帮她洗澡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方琳呐，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隔代亲。来来来，你陪方琳聊天，我给弯弯洗澡去。小弯弯在哪儿啊？奶奶来了。方琳，我一直认为是你抢走了我的男朋友，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想错了，不是你抢走了丽妃，而是丽妃爱你爱得太深了。前段时间我在台北，当他知道你要跟别人结婚的时候，他的伤心绝望我全部都看在眼里。可是就算他伤心至极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每天发 email 告诉你他有多么的想你。就算他难过到发着高烧，他还是会整夜整夜傻傻地看你和弯弯的录像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不管你和谁结了婚生了孩子，我一样都没有机会，因为他的感情是一列单程火车，你是他唯一的目的地，就算你不让他靠站，他也不会再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他会永远等在你的站台附近守望着你。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打扰你现在的生活，我只是作为丽妃的朋友，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把他的心意转达给你，这也是我唯一可以为他做的事情。奶奶，为什么妈妈可以跟弟弟住，我不可以呀？因为弯弯是奶奶的孙女儿，她不是啊。那妈妈有了弟弟，会不会不喜欢我了？来，转过身来。不会的，妈妈怎么能不喜欢弯弯呢？那她为什么还要送我回来啊？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那是奶奶想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奶奶不能没有弯弯呢。罗小姐，原来也是从海外归来的，我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地方？谢谢，我是来找人的，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公司。哦，他是哪个部门的？听说是在你们公司当兽医的。兽医？哦，我们最近倒是来了几个新的兽医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罗康南。罗康南？哦，牧场是我女儿在管，也许他知道。丽红啊，爸爸，你找我啊？这位是日本来的罗阿姨。罗阿姨好。你好。
我们牧场有没有一个新来的兽医叫罗康南的？嗯，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小名叫小康，今年23岁。23岁倒有，不过小康。前几天我跟方林谈了你的事情，我跟他讲你像一列单程火车，他是你唯一的目的地，即使他不让你靠站你也不会离开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我讲的不对吗？你说的很对，所以我才会笑吧。为什么？你很生动地把我的样子画了出来给我看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既然好笑，你就放弃吧。我没办法放弃他，放弃不是我的个性。是啊，那好，我收下了。合适吗？啊？嗯，挺好看的。你还是穿着吧，不然你放在衣橱里又不穿。阿林，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，宝宝的心脏还是有问题。别担心，那仪器不准的，测男孩还是女孩，不是老搞错呀。哎，
那么小的一个胎儿，心脏有没有问题，能搞得清楚啊？我也希望是仪器错了。肯定是他们错了。你妈妈怀你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哎呀，整天疑神疑鬼，别生个孩子少胳膊少腿呀。好，好不容易的健健康康的把你生下来了，又担心什么时候会走路啊，什么时候会说话呀。这就是当妈的，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嘛。艾琳呐，这是你妈妈留下来的一块古玉，虽说也值不了几个钱，可是它能保佑你们母子俩平平安安的啊。给你吧。哟，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不好。阿林，我以后保证戒掉。